陶晶莹和黄子佼现在都是 A 咖主持人，不过他们上一次一起主持呢已经是17年前了，但现在这一次因为梁咏琪的化妆品代言活动，才好不容易来看到这两位天王天后主持人再次同台。这个根据报社的统计，我们两个已经17年没有同台了。哇塞，两个人为什么今天也会站在这儿，也刚好两个人都有档期，所以呢就是就是还真是奇怪，就是还两个人都有空啊，加入无添加的世界。哇，欢迎欢迎欢迎！那那个鞋垫要不要拿出来？为什么？无添加。喂，哎，但是脚本上说这里会有掌声响起。好，虽然两人已经有17年没有同台了，但看得出来还是一搭一唱，很有默契。陶晶莹说，其实两人常在电台遇到，那黄子佼也开玩笑的说，那么久没同台是因为两个人主持费加起来太高了，所以娱乐圈很难负荷。但今天呢，将近两个小时的保养品记者会当中，两位主持人不时耍宝，不时带起气氛，厂商这钱果然是花得值得。